首先，谢菲尔Gladstone Building 坐落于谢菲尔德市中心，它距离谢菲尔德国际学院以及谢菲尔德大学步行仅需10分钟，而且门口就有谢菲尔德的有轨电车以及各趟公交车，它可以直达谢菲尔德的各大超市以及购物中心，交通十分便利以及方便。Gladstone 公寓全部为精装修，它的空间比学校公寓要大，有自己的客厅、厨房，而且配备有全套的高档家电，如电视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微波炉、冰箱、吸尘器等常用电器。同时它十分安全，它有24小时的门禁以及闭路电视监控系统，同时有24小时的呼叫中心响应您的应急需求。同时这些价格并不贵，比学生公寓要便宜很多，同时它预订十分方便，可以从网站上直接预订。